你吧，他被淘汰了。兄弟们，为这位兄弟报仇！冲啊！哎呀，你打我！哈喽大家好，我是朗司机，一个刚入职的快递员。最近呢一直被外挂搞得很头疼啊，不过还好游戏有用。喜的是我和我的队友在热带雨林捡到两个信号枪。咦，哎呀呀，空投来了。哇，三级头三级甲 AWM 爽，就我这装备绝对吃鸡。哇，我们三个现在人人都是三级头三级甲，其中一个队友还舔了一个吉利服，美滋滋。哎呀，越想越开心，这装备想不吃鸡都难啊。哎，完了，原来天边的一个队友倒了，我们赶紧过去看一看，还能不能救了？哪个冒头小子敢打我兄弟？是不是不想在刺激战场上混了？是不是不知道我老司机的名号？兄弟，等我，马上来救你。不好意思，兄弟有点远啊，来不及了。哎，他被淘汰了，我的心也很痛啊。你吧，兄弟们，为这位兄弟报仇！我操！你们怎么也死了？我们三个三级头怎么瞬间就没了？我一枪直接死的。我是老司机，一个刚入职的快递员。我不想说了，我不太想说话。我们又遇到外挂了，他一枪杀死了我们三个人。